那些让人泪崩的瞬间。这个笔记本我看一下，我说哇，8块钱。明天我这里有10块钱，我得买点的干货。你不该喊妈妈来没拿钱没就不用干货了吗？妈妈，妈妈就哎，爸爸是残疾。宝贝，来，你不用给你俩干活了哈，不要你10块钱的啊，揣到了哈，早上人家买的早餐吃哈。嗯。想不想妈妈嘛？想啊。想啊。好好学习哈。嗯，谢谢妞妞。嗯，好嘞。别吃肉。不想吃。怎么不吃啊？这月钱妈妈买房子，妈妈都回来了。这一点肉买不了房子啊！快点吃，宝贝。结婚这几年，你最烦他什么？他呀，一个月工资就那么少，还死要面子，哪像我闺蜜。人家老公啊，说送包就送包，说送衣服就送衣服。还有啊，特别懒，每次执行任务回来啊，倒头就睡。哎呀，也不洗澡，也不做家务，就说自己累呀、啊、累呀、啊，大事小事都要我操心。别人家孩子啊，都是爸妈一起开家长会，哪像我们家，从来都是我一个人。他呀，只管生不管养，哎，什么事儿啊都指望不上他。那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呢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想说，老公，7月6号那次任务，咱能不能不去参加？我可以不要包，我也不要衣服。不洗澡就不洗澡了，大事小事我都能办。可是我跟孩子不能没有你啊，老公。我和孩子都想你了。大爷，吃了呢。能求一个事吗？我手机没电了，需要1块钱坐公交车。你能给我1块钱吗？1块钱算我借你的。那个大爷，我没吃早饭，你能给我一个包子吃吗？好，谢谢大爷。大爷。这是我吃包子的钱，没事，大爷，感谢你，这我吃包子的钱，拿了吧，大爷，拿了吧。我故念旧，斜雨悬日，总是岁月无情，不以本事。有求于苍天，必有出头之日。懒政发作，就别讲光明之事。你是我。数不清的倒影，印在我的心底，轻飘飘的来，却不带一丝犹豫。不错，又加那味儿了，一口就吃。这都是你妈妈做的。不需生长，不需哭喊，不
许感伤，我也一样，终被遗忘，我的念想终会散场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不用背着书包穿着校服来学校了，我也不用踏完前门踏后门看看谁在睡觉谁没听课了。我们互相陪伴的日子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。这三年可以说我对你们是有一点严厉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成绩的前提是要有好的态度。高二的时候为了让你们背英语单词，我也打过很多手板，也没少打你们，但是所有的这些严厉吧都化成一句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。都说老师是唯一和你们没有血缘但是真心盼你们成才盼你们好的人，这三年我问心无愧，我无私的付出，我觉得我自己做到了。你们也是我当班任以来带的第一届的学生，这三年我们每个人都付出的太多了，你们也是我也是，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6月7号8号的这个高考，希望我们能够利用好剩下的最后的这两天的时间，能够把发的公式背一背，浏览题再多看一看，每天再做一做这个模拟题练练手。祝愿我们高三市一班的所有的同学，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。要不行吧，那叫120。站起来，怎么了？别笑，别笑，别笑。等一会儿就要考了，一会儿就要考了。我一会儿要考了，你求我了，我没有钱，我有，我有。你说好了，你先动脚。你先和爸爸妈妈说的话。别光他们飞行干活，多得看看我。你怎么知道他们那么辛苦呢？我喜欢他们。就是从早上7点让我再扎到凌晨4点。谁也叫我就哭，啥都在轮着呢。你感觉他们那么辛苦，他们为嘛那么辛苦？你是为的嘛呢？没为了，让我爷爷和我还有我姐姐他们都能好好生活。我想老乡弄个。先当兵，然后当完兵，就好找工作，找个有工作离家不远的地方，然后每天给我爸爸和妈打钱。你现在到哪去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好不好？我马上把你送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们联系你父母过来，好不好？跟着警察叔叔到所里面，先休息一下。我想去跟黄队长去看看。白天你去，这大晚来晚上去看人家。像云在天空中停靠，夜晚的来到，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。哎，你不注意了，下回呀，过个好年，你不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看看。只有回家过年人。那直接问住了。再见再见。不行，你必须来。你姐爸爸爸真的不能去给你看。三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跟我妈从来都没出现过我的校园里。每次开家长会，你跟我妈都催，你是学习不好还是给你丢脸了？不能来。不是啊，爸是真是有苦衷啊，你理解爸爸行吗？哪儿呀、啊？女儿，你听话吧你。不行。不是喊你这咋的了？是不是？有苦衷啊，你跟小伙子不用你管了啊。说你再有苦衷，你看孩子这个状态，开个家长会，我觉得不是啥难事啊。你说，我在学校给你跟我妈丢脸了吗？我学习那么好，给你考第一名，每次都考第一名，为啥不能来给我开这家长会？三年了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就想让你来给我开家长会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不能给爱留有遗憾，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为什么，什么原因呢？咋的呀？我的家庭条件非常不好，我不能给姑娘带来物质上的条件的
我也不能说是给姑娘丢脸吧。你看我这一身，我怎么去跟你开家长会去？我从来都没嫌弃过你，我从来都没嫌弃过咱家，我从来都没嫌弃过咱家抚养权不好，我就想让你给我开个家长会。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能安，愿你温而善，愿你心不凡，愿你时光能缓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两人永相伴，不悲却有欢，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。凡难也不要低头，因为低头可以双下巴，加油大哥。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，夜晚的枕头都是暗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。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记得关注再走哦。